今天大家跟李主任他现在聊到这个中国科大一起参与我们的作品发表。那今天呢，我们呢，有这个很多的来宾，有一些贵客们。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我们第一组的组长，叫郑静然，大家好。还没
好，还没来。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年新科金曲奖入围五项：最佳新人、最佳台语、最佳封面设计、最佳演唱、最佳作词，得到最佳演唱组合的，大家知道吗？这个是张三李四的张琪安老师。唱片公司与台湾啤酒经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国科大的大学长，你刚介绍过周启明老师，欢迎掌声。这段时间陪着我们一起的助教群们，真的非常感谢有你们才有我们今天的作品，非常的谢谢。首先，我们要请我们的院长来为我们致辞一下，大家掌声鼓励。首先是我们的
第一组。好，麻烦有请第一组的组员来介绍你们的创作发表。好，把时间交给我们。
接下来呢，我们想，再接着下一首好不好？
因为时间有限。那接下来的下一首呢，就是由林佑贤创作的一个作品，他是他作曲，然后由冯玉杰做的歌词。这首《有你才好》，那我们请他来为各位介绍这首曲的发展，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林佑贤。然后这首曲子呢，它其实在描述一个很纠结的爱情，很悲伤的。然后这个描述的故事，其实是我们作词的他的亲身经历。那我们就请他来讲解一下这段故事。欢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黄玉杰。当初那这个故事是我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是其实就是让我们小时候很单纯的爱情故事，就是你喜欢女生，但是那女生喜欢别的男生，但是只有女生跟男生感情不好，女生会来找你抱怨，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自己跟她可能有些机会，就最后发现并没有，那只是把你当成倾诉的对象，对，所以就要让我写出这首歌。欣赏这件衣，谢谢。你幸福就好，我做朋友都
注意一件事，就是你的座位的旁边有一个灯，你有没有看到？
个树上面有一个牌子写说这是什么树，其实这些东西是穿帮的，这些东西是穿帮的啊。如果说你要从树下变金，然后同时要在原地，如果你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你要特别的留意。就像我在多年前我帮线上游戏写了制作一张专辑，那是全球华人首张线上游戏原声带，那个时候也是跟吴琼老师做一起合作，是我们国产叫做《药王之龙二》。那个游戏其实也跟天堂一样，它是属于中古欧洲风格的那种音乐。中古欧洲，我们如果说以历史来去思考的话，中古欧洲那个时候有没有电？没有电，所以你在音乐的配乐上面，你不能加上电吉他，所有插电的都不能用，只能用什么？管弦乐，是不是？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一个作品出来，歌写得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一步一步的来。乔老师，我会在旁边帮助你。那未来如果有机会啊，我也可以有机会找时间，我也可以跟你们来分享一下。当然，就是说今天这首歌让我的感觉，其实你们是整体的展现，我也不要讲细节。就光光那个一开始，我看到你的古装，至少也要有个头套，但是我知道你没有预算，所以我就没有讲，你知道吗？啊，但是你要比较一些东西，你真的要拍古装，你就不能有电线，啊，不能有那些东西出现，所以要注意一下。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因为你们是在创作，是在写歌，那你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成品，但是未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或者是同学你们自己能够唱的，可能曹老师对你们特别仁慈，要不然平常如果是我在录音室里面录音的话，我如果唱这种情绪出来的作品，可能会被他骂。大家同样来骂我的，啊，情绪非常重要。你既然是一个斯大林的歌，要有什么？要有冲劲，要有 power， 要有态度。所以情绪是一种声音的表现，啊，我们的声音在发出出来的时候，每一句歌词它代表的意思都不一样。那串联整首歌，你要代表一种情绪，那个情绪可能是起，可能是沉，可能是转，可能是合，所以。声音的情绪在录音的时候你要非常有要求。我们一首歌好不容易写完了，好不容易编完了，然后我们进到录音室，这个唱的人最后他是一首歌，你会发现我们在台湾的流行音乐永远呢歌是在最前面的，啊，那乐器的部分可能都是在后面一点，重点是什么？要让大家听到这个歌声，被这个歌声感动。所以呢，这个情绪呢，我觉得还不够，啊，唱这首歌的人的情绪应该要再去多思考一下，啊，未来有机会的话。那情歌这一首歌说实在的是有点吸引我，啊，我是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顺，然后蛮动听，但是唯一让我感觉到不爽的地方就是你的情绪没有到位。你的情绪没有到位，也就是说你真的谈过恋爱，甚至是尝试谈过恋爱，然后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任何的感觉，你把它变成你的作品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每一段恋爱都有一首歌，如果你要像我们熊老师这样子，他一年要写很多歌，他可能活不了那么久。 OK， 所以其实那有些东西我不要听武雄老师说话啊，武雄老师他是非常精彩的人。我就曾经听过武雄老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写一首情歌，如果都是亲身经历的话，哦，那可能写不了几首，因为我必须要先去谈一段恋爱。但是武雄老师这种一年可能有上百首的邀约的时候，他没有那个时间去谈恋爱。写歌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靠幻想。”啊，需要靠脑子去营造一种感觉。那这首歌让我听起来感觉是不错的。唯一的感觉呢，就是说它的旋律各方面是流畅的，但是呢，是不是可以在你幸福就好这个记忆点的地方，能够再去思考一下，一首流行歌曲，可能一首歌电台播放以后，大家听到的只有一句。那流行歌曲当然很
贵的是记忆点。你的记忆点它可能是第一句，它可能是富贵的第一句，可能是富贵的最后一句。那个记忆点在创作的时候多听多看，我觉得这些都是你的磨练。好，再加油。那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我问一下赵老师，赵老师不要多钱，最后一首歌这个 live 在里面录吗？好，还好。如果是的话，这个有点头痛。因为乐团要录音，我刚刚听完以后，只有可能几个小节，突然有一个大鼓的重音出来，鼓声几乎都没有收进这首歌里面。鼓声，好，那乐器即便是乐团的话也是一样，每一个乐器的声音必须要真的要进到录音室。你可以去找曹老师，曹老师有 live 的录音室，他也可以单独收音的一个收，也就是 live 的时候，你们录完了以后，你们听完每一个分轨之后，觉得需要某个地方，你们每一个负责乐器的不同的人，再去分别的去录下来，因为这个录像就是你们还要除了创作以外，你们还要自己编曲，那整个刚刚的感觉，然后感觉这个音乐是。并不是一个好的录音，里面有很多乐器听不到。那摇滚乐那个 vocal 要更嗨，要更拿出那些情绪出来，拿出那些态度出来。当然，今天是创作，是编曲班，不是歌唱班，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作品被唱片公司或者被别的歌手更喜欢，当然有的时候你们这样子的 demo 已经是太好。太多了，已经太多了。但是唱歌的情绪，我不要讲太多，因为这些很多细节是对歌唱有兴趣的人才有可能会碰到这些问题。那你们的问题是可能是录音的部分。那至于一首摇滚乐，还是一样，你们缺乏的是记忆点。一首歌的记忆点，同时歌词的部分，我想待会如果有机会，请吴雄老师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不过我们没有要气馁。其实呢，其实做唱片呢，我们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做，而且呢，你们只有3周的时间，要做这么多的事，已经非常难得。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作品呢，我个人还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作品，好不好？我们给他们再热烈的掌声。谢谢，再次掌声，谢谢第一组主办的作品。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第二组。对不起，我打扰，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好，刚刚曹老师替我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但是我这个人是比较直接一点。我觉得我刚刚开始讲了，我希望我指出来的是你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当然，以你们现在的状况，你们的对于你们的作品。精力跟资历都还很轻，但是能够有这样子做的真的不容易了，真的大家加油，再来。谢谢老师。掌声欢迎第二组。Thank you.
遥远，我们才能再见。累积多少的缘分才能相聚，虽然天天都在一起，却停在原地无法前进。擦身而过的花简单不离，瞬间带给我新的勇气。不管白昼是什么原因，只要给你的美丽，你的笑总是让我感觉无言以蔽回忆。虽然一直都很低迷，结果还是总不能移，但多少天我陪伴出去，却不会叹息没有你。再难过你没关系，我怎么决定不让我和你，其实越到没关系，失去每一段朋友我不准你。不管我记忆一个梦，我的青春到现在我和你无处依，有感情有没有关系，还是要有人在意。
那而且在这堂课，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组员都在每一个阶段可以学到，他认为他需要学到的本事，才不会浪费了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努力。那我现在就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组员。那我们当初在征求作品的时候呢，最早把他的作品贡献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一位徐淑琪。那虽然说你们没有选到他的作品，那但是他是现在还是中国科大的学生，所以未来的成就应该是指日可待。各位大家好，我是北电的成员，我叫许淑琪哈。我本来打算要编一首歌的，但后来看没有时间啦，所以就想说别跟他讲了一下，就不要贪心，就好好的做北电这样子。好，谢谢各位，谢谢支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人，也是我们这一首歌的主唱，我们的唐振宇。大家好，这首歌的创作人，他其实是讲一个战友间的情感，比如说你可能一起选上了国训中心，一起选上去集训，那过程当中在训练当中可能碰到一些挫折，但是那你知道说你有没有队友在，那上场之后呢？尽情的去发挥，然后也多相信，能够大家互相扶持。那副歌的时候，当时有看到一个，因为比较细腻的角度，是可能大家很在乎啊，其实无论处理没有做到这种情肉，但最后面其实还是有一个又把它圆回来了。所以其实重要还是人跟人之间的羁绊。那刚刚一组的时候听到那个四位老师非常中肯的批评，我现在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也很希望这个在场老师可以跟我们来做，给一些比较直接的看法。谢谢大家，谢谢。OK，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这一组里面一个相当优秀的吉他手。那我们主要的编曲也是出自他的手，就是我们再特别介绍一下，他也是我们中国科大的学生，而且是今年刚入学大一的新生，我们的陈冠霖。对，虽然我是编曲，但是其实我就是接触到陶老师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好逊。就是虽然我也是吉他手，对，但是我发现我吉他手其实就什么都不会做。对，那也非常谢谢陶老师，就是一直在指点我，然后就是很快点出我的缺点，然后让我可以找到自己最快的方向。那希望就是对，等下就是各位大大变大一点，就是我想听一下我们哪里不好，谢谢。在这一组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心得，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一组的组员非常的团结。虽然平常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很酷，然后都低头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把作品生出来之前，每一次我只要说，哎，某某同学，我们可能需要做点什么东西，然后马上就会有其他同学跳出来说，哎，那我可以帮你，或是说，哎，有其他同学，哎，这个我可以顺便也弄一下，怎么样的？那我就觉得说，哇，好棒哦！怎么有这么棒的队友？不管是在这里，还是说在我们一般的职场环境里面，其实这样子的队友其实是很难得的。那基本上呢，在我们这一组里面，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们第二组每一位组员呢都是非常的优秀。那因为我们的编曲，我们是分给不同的同学在做，然后呢，我们的摄影啊，其他的东西也都是，其实大家都发现，哎，怎么一个工作，我们那么多人在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互相支援。可能我们今天一般放在桌上，没有人拿好，哎，待会儿看到一个什么好的镜头，哎，可能就某个同学就拿起来就开始拍了，我觉得这样的团队的感觉非常的好。那我们这一组最热心、最帮助大家最多的，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位李可
迪同学，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真的蛮团结，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帮忙，然后完成这次的作品。那这堂课呢，其实也是从曹老师身上真的学到非常多编曲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经验这样子。那希望之后有机会还能再就是跟老师多学习，谢谢大家。OK， 那我们再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组。有两位鼓手，那其中呢，又高又帅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高一喽。这首歌是一开始负责编鼓的部分，对，那后来有经过很多次的修改，然后也在整个录音的过程中有学习到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觉得这次的课程是学到很多东西。介绍我们第二位鼓手，然后他也是一样有在配唱，帮忙唱和声的部分。我们的明大，我主要是负责编曲跟和声部分。不过，其实实际上感觉自己学习到的其实比较多，在学习部分比较多。那组员都付出非常多，我觉得。然后有些大家都好像都很害羞，然后到后来之后，大家好像感情越来越好，然后也感觉蛮感动的。到一直现在看到这个作品完整的呈现，那就很谢谢大家，然后也很谢谢老师跟助教的那个协助这样，谢谢。其实明大也是非常的热心，我们很多的摄影画面都是他帮忙拍的。OK， 那我们下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我觉得我们这一组真的是过五常工，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像是我们丽雅，平常都不讲话的，然后可是呢，到做事的时候就发现，哇，她好厉害，她什么都会哦。我们这次的 MV 就是完全是她姐姐的，就是她制作出来的。
的音乐是